南韩新冠肺炎疫情严峻，林斌上个月瞒住经纪公司低调捐款2亿韩元，直到三日后先被媒体报道曝光。同佢合作嘅爱的迫降嘅孙艺珍，上个月月底已经捐出1亿韩元俾家乡大邱，大家同样系喺月底捐款，两人做公益嘅时间巧合地相近。而家包括 TOP、马东石、韩孝周都陆续捐出1亿韩元。希望可以为添购医疗用品尽一分心力。已经不是第一次捐款的 IU 捐出了第三笔捐款，累计捐款金额达2亿6千万韩元。现在他刚在米兰时装周回到韩国进行自主隔离，同样在隔离的请下，日前也透过直播报平安。新冠肺炎疫情至今还未得到控制，南韩的演艺圈除了出钱出力之外，多部戏剧作品亦都悄悄进入了筹备的阶段。全智贤的暖身新作《你思朝鲜》第二季即将上架，经纪公司透露接获至二三剧本邀约，正是考虑会不会接演这一部下半年开拍的作品。全智贤可望继《蓝色海洋的传说》后暌违三年重回小荧幕。抗癌成功的金宇彬亦都传出接拍了新片《外星人》，从配角开始再展身手。